老哥，喝口水。五四现金情，里面肯定加东西。好兄弟之间一点信任都没有吗？我还给你看。开个玩笑嘛，兄弟给我道了声一声光。这啥？你干什么？ 过分了，我这衣服好几百买的呢。别生气，看我这身怎么样？给你也买一身。看着是不错，你这给我买。你什么时候这么大方了？你又想搞什么？我这是在北北河上买的大水河T恤，一件几十块，一品天成裤子，也才100出头。它上面都是牌子货，所有商品有严格质量管控，一点都不怕买到假货，还特便宜。谁看了都说我眼光好。点下方链接或者上回品河搜索猫哥，你挑挑，喜欢哪个我送你哪个。你过来，我摸摸料子。你看这手感特好。